3、2、1，戴口罩，戴面具。我的天！小礼物扣一扣，兄弟们瑟瑟的表现走掉。送给我们两位美女啊，真的好美，真的好美！在你们戴口罩、戴面具的时候，真的看不出来你们真实的长相，这样一看，真的简直了。就刚才啊，在公屏上攻击这些主播的那些，你们他妈是不是都后悔了啊？一天出门，我跟你说没看到最后，你哪知道啥样？你上来逮着主播，咔咔一顿攻击，能这样事儿的吗？这样不好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后悔了啊。听清你们两个的口令啊，你们两个的口令特别的简单，做3个太极拳的动作。